来，大家接下来啊，我们会发现呀，通过一个事例呢，演示了一下这个多线程技术的一个特点，对吧？它有一个并发的特点，对吧？而且呢，出现了随机性，是因为 CPU 不断的切换，造成的。那么线程呢，就有那么几种常见的状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刚开始我们去把它创建出来了，对吧？通过它的方法呢，哎，是在运行起来呀。这时候就发现，哦，原来创建是不代表运行。是不是啊？创建是不代表运行的，你必须得要 start 一次给它开启了，它才会有资格去运行，是这样。然后你搁这边上发现什么样啊？它把自己的任务就得乱方法呀，腾咔，执行完了吧？执行完怎么样了？它是不是结束了呀？是的，就结束掉了。那么那个呢，我们就称为线程结束。那么你会发现它是不是分了几种状态呀？是的，所以咱们把这几种状态呢给大家理得化一点。这里边呢老师有个状态叫什么来着？冻结是吧？这个有可能大家说，哎，什么冻结呢？是吧？给大家呢简单在这说一说啊，注意看，给你们画个图啊。这图要求必须掌握和理解，那背都不行。紧跟着大家，我们要往里边签字了，这是谁呀？这是。这个叫做线程的被创建，这能听懂吗？线程的被创建，说白了，你有一对象嘛，对吧？你有一对象啊，是创建了一个线程的对象。其实，在 start 的时候呢，我们再去由 Windows 干嘛呀？是给我们建立一条执行路径啊，其实是这样的。那么说这路径，我们想要把它怎么样啊？用起来，让它去执行我们所指定的代码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对这哥们儿嘛呀？像发令枪一样砰一枪啊，对，我冲了一下，知道吗？嗖就出去了。那么这一start的，那么线程怎么样了？线程是运行了呀，线程运行了，是这样，看上去是这样。然后这个哥们搜的搜了半天以后怎么样？就完事了嘛，懂我意思吧？哎，这事就不做了嘛，那怎么样啊？这结束了，这个呢我们称为消亡，懂吗？计算机术语嘛，是吧？消亡啊，或者销毁也行啊。然后这个线程呢就结束了。那么怎么结束的呢？其实是这样结束的，从运行啊到消亡怎么的一个过程嘞？是这样的，叫做乱方法结束。其实说白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线程的什么？对，线程的任务结束了，对不对啊？这是必须的，大家。其实我跟你讲，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也可以结束线程。这种方式是什么样啊？线程如何结束，是线程自己最清楚啊，直接调用线程的方法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叫做动，懂吗？停，懂我的意思了吧？强制结束的，那强制结束的，这是一种这个方法的设计，那。那么这些呢，我们就不用再多说。有哥们说，老师，创建这小方法行不行啊？你觉得有劲吗？这没劲了哈，得到脑了。再进来呢，给你们说什么样呢？就说这个事儿，叫做我吧不准备让其消亡，但是呢，我也想让那县城吧就停一会儿，对吧？你这搜，你先别搜，为什么呀？那个哥们运行完以后你再动，听懂我意思吗？那这个时候这县城是不是就不能再动了呀？他死了吗？没有，就这么回事，现在明白了吧？ OK， 所以呢这还有另外一种状态叫做冻结啊，冻结。我觉得这个词儿吧比较合适一些哈。另外我说一点啊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书里边对这个线程的状态啊划分的都不太一样，有划分四种的，有五种的，有六种的，懂吗？那个状态特别的多啊，我个人觉得怎么样啊？就把这种状态能弄明白就 OK 了，就是这种冻结状态啊，冻结状态。那么一会儿我们要详细的分析一下。说老师，我正运行的，我怎么能跑冻结那去呢？是吗？我跟你讲啊，能跑冻结来啊，就是因为什么样啊？线程很有可能它遇到了一些方法或者说一些功能对其进行了作用，而导致其
冻结了。那冻结的状态的特点在于，这哥们儿不再运行，但是怎么样啊？但是还存活，这能明白吗？哎，你愿意的话，把它立成指纹也行，叫做 sleep。大家现成有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呢叫做睡眠，懂吗？我可以让现成睡一会儿，而睡几会儿啊 ？time， 看到了吧？这个里边可以指定时间，而且不指定不行，必须得指定，懂了吧？说你给我睡五分钟，好，他就睡五分钟，能懂这意思吧？那大家这一睡觉，他是不是就不运行了呀？对，但是他是不是还存活呀？是的，大家。可是你睡了五分钟以后怎么样？对，他得醒过来啊。所以大家，如果你是因为 sleep 走到了冻结的话，你想回来，特别的简单，就是。sleep 时间一到他就回来了，这能明白不？哎 ，sleep time 叫什么呀？时间到就回来了 ，O 吧？就什么意思呢？你给我睡五分钟，啪就睡那了对吧？五分钟以后呢，我都不用叫，怎么样啊？它自动醒 ，O 了吧？哎，巨简单的事啊，跟闹钟似的吧？是吧？闹钟。那么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呢？还有啊，再举个例子吧，是吧？这个放心，后面都会讲到。但是我先这么讲，能听明白吗？应该能听懂是吧？他说啊，原有睡觉啊，知道了，一会儿是不是就可以用睡觉了？对吗？说白了是什么呀？是不是先生就是方法呀？对吧？方法拿出来用就完了呗。还有一个也可以让线程运行的时候吧，当啷就跑到冻结状态。这个方法是谁呢？这个方法叫 wait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等儿，等待嘛，对吧？是的，大家很遗憾的是，这个和 sleep 有什么区别呢？这个哥们儿啊，里边没有参与的情况下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哥们儿醒过来，懂了吧？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是真植物人，这是真植物人，懂吧？说老师，那你就挂了吧，这现成，是意思吗？没死，还不能动，对吧？那能干嘛呢？是吧？我们也可以让它恢复回来，这个恢复呢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。注意喂它，它自己是不是醒不了啊？对的。那你看植物人嘛，你让自己醒了能醒吗？醒不了，那怎么办呀？每天在旁边怎么样，就说起以前曾经发生的事情嘛，对吧？或者听的音乐嘛，是吧？反正就得不断的播放，那么是不是有天就醒过来了呀？是吧？这个叫 notify， 这词儿可能没见过，这个词儿叫唤醒的意思，懂了吧？哎，如果你被喂它了，是吧？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把你唤醒。欧了呀，欧了，那这就回到什么呀？运行状态了。大家，我写到这儿，这个图能看懂吗？说句简单呀，哎，句简单是吧？那有的哥们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老师，咱什么时候用冻结状态呀？是吧？这个别着急，后面会说到，听懂了吧？会说到的，那因为这种状态它比较特殊，像这种啊或者这种啊，这都没什么，对不对？家，那死就死了吗？那死还能怎么样呢？是这样吗？那创就创建了吗？是这样吗？到底用不用？用的话就把它开启就完了呗，听懂了意思吧？重点都在这边，啊，都在这边。如果这个没问题的话，我问问你们一个小东西啊，就是如果一个线程它处于运行状态，这代表着什么？是不是代表着 CPU 正在处理它，对吗？对的。那所以啊，运行状态的线程它是具备着 CPU 的执行资格的，同时具备着什么？ CPU 的执行权。这能听懂吧？这里边给大家介绍两个词儿，这是为了方便学习多元程说到的。那一个叫做 CPU 的什么执行资格，那还有一个叫做 CPU 的什么执行权。大家这两个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执行资格代表的是啥吧？代表的是那可以被什么 CPU 处理，明白了？哎，在处理队列中排队。那这是我起的词儿啊，我起的词儿啊，搞清楚，在处理队列中排队呢。而这个什么 ，CPU 的执行权代表什么？代表着
正在为谁？对 CPU 处理。我说这事儿大家能分清楚吗？啊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就是老师，那不都得具备资格吗？那还有不具备资格？我跟你讲，真有不具备资格的，那真有不具备资格的。这个事儿吧，就给大家掰扯掰扯了啊。这两个事儿，就跟那个名词儿，就给你们掰扯清楚的就 OK 了啊。注意啊，这是内部术语了啊，内部术语。因为很多术语翻译都不太一样。什么叫执行资格呢？是吧？注意听，叫做哎 ，CPU 那个什么那个，一会儿别忘了处理我一下啊。这个听懂吧？哎，就这么回事啊。然后 CPU 呢，就忙，他不在切换的嘛，对吧？哎，切换到你身上了，正在处理你。这个时候怎么样？这个时候就是你不仅有执行资格了，怎么样啊？在这个瞬间你就拿执行权了呀？哎，就这意思。明白吗？明白了吗？我们还是说的更简单一些吧，是吧？哥四个同时问老师问题有没有？哎，老师，是吧？四个都在问我问题。那我说你都等着，那我一会儿我就再给你们解决，是不是啊？叫做他们是不是都有资格问我？对，都有资格问我。完了，他在等啊？为什么？我得挨个解决呀、啊，是吧？啊，还得挨个解决吧。我说那什么，那个你的问题是这样的啊，咔咔解决一下。注意听，这个哥们儿是不是具备着我的执行权？听明白了吧？哎，就这意思啊。好了，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。说老师有没有执行资格的吗？有啊，那哥们儿啥？我不问老师问题啊，我现在没问题。那大家我有必要骑到他身上吗？我还骑到他身上问，哎，你有问题吗？我不问嘛，对不对？你找我了，我就给你解决；你不找我不解决嘛，听明白吧 ？OK 了，那这事明白了吧？好了，不再多说了啊。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呀 ？CPU 的执行资格和执行权的问题。那么对于这个运行状态的限制来讲的话，他们怎么样？具备着什么？那太大了。具备着执行资格啊，具备着什么？执行权是这么回事。具备着执行资格，具备着执行权啊。那么大家你试想一下是吧？如果说这个哥们碰到了死力吧，碰到了位的，他们是不是就冻结了呀？哎，你觉得冻结的状态是什么情况呢？有的哥们说冻结状态现成是具备着执行资格，但是不具备执行权了，是吧？啊，那个，那我再把这事说一遍吧，好吧？就意味着我刚举的例子啊，你连听都没听懂，多惨啊！啊，你说老师我听懂了呀？你只是听懂啥程度？我说的中国话和基本的比喻，你并没有连着这个事情闪来啊！你知道冻结什么样吗？来，我再给你举个例子，还是这四个哥们儿好吧？甲乙丙丁好啊，都要来问我问题，具备执行资格吧？哎，我说放心，我帮解决。然后呢，解决到甲的时候，是不是甲具备执行权？是的。然后呢，这甲的哥们儿，我叫那个我比如乙的哥们儿，正准备解决乙了是吧？乙咔怎么样啊？睡着了，听懂了吗？乙睡着了。我还得切到他这来说，哎，爷，我跟你讲，你的问题是这样的，哎，人呢，对吧？你懂我说的意思了吗？他都睡着了，我有必要切他身上吗？没有必要嘛，听懂了吧？说老师，你得叫醒啊！注意，他如果是死地方的话，他是不是自动醒？对不对？他自动醒吗？他没自动醒，我不能不去直接叫嘛，懂吧？我当然是。这哥们睡着了，那我下一个吧。那今天我有必要在这看一眼吗？啊，没有必要吗？那应该是什么情况？应该是说乙呢，一碰到死力吧，说那个老师，我先睡一下啊，然后五分钟以后我再说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他会告诉我一声吗？我就不用再切到他身上了，你懂我的意思了吧？所以这个时候我再切的话，是不是在甲、丙、丁三个切换？这你能懂了吧？因为我切到乙睡觉，这哥们是没有意义的，明白大家？他我到这儿啊睡了啊，那我再切到丙吧，我根本不要换算他嘛，理解了吧？
所以大家再说一遍，冻结对于资格和职权是什么情况？我告诉你，如果现成走标冻结，其实就是在释放执行权的同时，怎么样啊？释放执行资格。那我觉得这样我学更确切，就说甲好了是吧？我提到甲了，说甲，你把你的问题说，你的问题是这样的哈，你跟我上来说一句，老师你什么？我先睡五分钟，啊，你先甭理我，你管别人去吧，听懂意思吧？直接把资格放掉了，我不要这资格了，我也不要你帮我解决问题了，听懂意思吧？啊，你就只正执行我的吗？你也甭执行我了，执行别人去吧，啊，我五分钟以后我再回来，听懂意思吧？好了，大家。而时间一到，是不是就回到了具行具备资格和执行权的情况了呀？是的，大家，到这明白了吗？OK， 这个两个事儿说完以后啊，我跟你讲，有趣的事儿就来了。什么事儿呢？你看啊，甲乙丙丁四个人，他们都具备着执行资格。我执行甲的时候，甲是不是具备着执行权？那乙丙丁处于什么状态？他们处于什么状态？郁闷啊，那种状态在我的四种里面没有，是一段。哎，老师，他们不属于运行状态吗？运行代表着他要具备资格和什么执行权。可是我这个时候只能处理谁？你也知道吗 ？CPU 在某一时刻是不是只能处理一个线程？必须是这样。我正在处理甲，乙丙丁算什么？他们处于运行状态吗？不处于，懂了吧？那他们处于动力状态吗？不处于，为啥呀？他们是不是有资格，对吧？有资格和没资格是一回事，有权和没权是另外一回事，能懂了大家？我跟你讲，这就是另外一种状态，这种状态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临时阻塞状态。那很多书里边翻这个都不一样，所以呢，你先按照我的名称来啊！我不说了吗？名称其实不重要，对不对，家？啊？你直接告诉我。我不管这个名字什么样，你告诉我，在这状态线程是什么样的？啊 ，CPU 是不是在处理的？是，那运行，是不是在处理的？不是，但是有资格，一会儿会被运行的。好，那就是什么样啊？我说这种叫做具备的执行资格，但是什么呀？还不具备执行权，正在等待执行权吗？是的，大家，这种我们把它称之为临时阻塞状态，就是临时等在那儿，明白吗？临时等在那儿啊。他不是说等待，为什么呢？我怕说等待吧和这个wait吧容易冲突。他就说wait是个等待的意思啊，他这种等待我跟你讲可是释放了执行资格的。那好了，来我在这儿画一下啊，这里边谁呀？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临时对阻塞状态。那临时阻塞状态这种它有什么特点呢？叫做什么？具备了什么？对，执行啊，执行资格，但是怎么样啊？但是不具备执行权，那正在等待什么？对，正在等待执行权。大家这清楚了吧？哎，这就搞定了，大家就这么简单。欧没呀？欧了。临时阻塞状态具备着执行资格，但是不具备执行权，在正在等待执行权。所以呢，要我跟你讲，线程只要一开启的话，咵开启四个，明白了吗？其中只有一个是具备执行权的，这懂了吧？而且执行权在这哥四个中不断做切换，切谁谁就有执行权，而没被切到的大家那哥仨怎么样？其实都是临时阻塞状态，这懂了吧 ？OK 了，那。所以呢，你往这儿看哈，这个运行这个呀，是吧？和这个哥们儿怎么样啊？其实是这么一个关系，是吧？两种状态的不断切换的。那么大家，你们再试想一下啊，这个冻结也是一样，冻结完了以后，咔，时间到了，是不是回来呀？大家回来，你知道这意味什么？回来就立刻要运行吗？不可能。明白吗？哎，不一定的事儿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哥们儿，哎呀，我醒了，醒完以后我正在处理那个甲，乙醒了，是不是具备资格了？
是说，哎，那老师，我醒了啊，一会儿帮我把问题解决解决啊。那行，你在等着呢。进行吧。是这样的，就是他已经具备了资格了，但是呢，我切不到他那儿，懂吧？还得等一会儿能切到他那儿。所以大家，这哥们儿两者他们也怎么样啊？冻结可以回到运行来吧？其实冻结是不是可以回到这儿来啊？对不，大家？对，也可以回到这儿来，这就明白了吧？啊，但是呢，你想要去冻结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必须是不是得具备执行资格才能去啊？对吧？他说为啥呀？多新鲜呀！你这 sleep 现在调用一下了吧？对不对？你调用是不是要运行了？听懂了吧？你只有获取 CPU 执行权，你运行了，你才有资格去调用 sleep。一调 sleep， 是不是你才会说我要睡觉啊？对吧？我说咦，你的问题是老师我要睡觉，是不是意思啊？或者老师我有事我先出去一下，那就是什么样啊？那就是你释放了资格嘛。大家，这图画完以后清晰了吧？明白这意思了是吧？啊，这就是那天那哥们问我的问题，我给解决掉了。那就什么样问题呢？我说老师，那你这么说，你说那线程运行了，你说那个哥们儿啊，那个另外哥们儿也运行，俩人同时运行啊？不，我说同一颗只有一个在运行啊。那另外你干嘛呢？对吧？这就是意味着你得明白线程的状态是什么。注意大家，这三个作为重点状态，懂吧？因为你只有把这个分析清楚了，你才会去分析线程在运行过程中能发生的一些问题。大家都知道线程是不是最大一个特点的随机性啊，这破玩意随机你知道不太好控制，所以你想去解释为什么结果是这样是吧，你得明白线程状态才行。 OK， 所以大家呢这个部分就作为一个重点的部分去掌握，能理解了吧？ OK， 那行了，这时候我就不再多说了，搞定。另外有的书里边呢，他把状态分得更细一些，是为什么呢？我给你们大家解释一下啊。有的书里边这么分的，就是他把 sleep 呀、啊、和这个 wait 这种状态都给分开了，懂吧？给分开了，是这样的。那所以呢，划分了好多种状态，对吧？比如说从四种到五种到六种啊。那我个人觉得呢，你只要把这个状态当中所适应的什么样啊，这个运行特点，懂吧？你搞清楚，这个就不会再乱了。能懂我意思吧？名称咱不怕，就怕里边那内容你不明白，那就麻烦了。OK。